我们今晚要来的追分的车站，追分后牙来追最高分，追几分？100分。好，掏钱花。票掉是5元，哦，那个那个金榜题名，追分是日文的汉字。在台语就是分车出去的意思，但是在北京话来讲，煞变作追求比较高的分数。因为早期的纵贯线铁路，一边往山，一边往海，啊，都形成一个三角线，啊，追分就是起点。请问这敢会当买车票啊？卖看卖这敢会使？要追分到成功，啊，要一个车票，然后无爱坐，敢袂使？袂使，袂使。那是往山山啊，为追分的后一站就是成功，所以追分成功，变作真侪少年人会走来遮祈求学业成绩进步。心想事成哦，想啥想啥，想过100分那有就对啊。文昌帝君呢？哦，我要文昌帝君跟月下老人。这是台湾小说的木造火车头，不过在无迄个无搭车兼无卫生的政府听听去。祝你学业进步，刷了个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多谢收看。